我是中美青少年表演艺术基金会的创会会长梅喜卓安 Michelle O， 这是 Tony。今天我们会教大家一些实用的防身术。第一，如果坏人从正面攻击你的话，你怎么办呢？哎，小妹妹，我们一起去玩吧，好不好？来嘛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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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现在详细解释一下。坏人抓住你的手，你要先坐在地上，这样子你会更沉重。再踢小腿，因为这个地方容易断。在这个地方，你就踩住他的脚和小腿的部位，踢重要部位。然后他痛的时候，他会松手，趁这个时候赶快跑。